我们的哥吉拉又出现在洛圣都啦，到处的破坏车子啊，超强的，哇，这是什么招式啊？机器，哇，这是个会走路的蜥蜴吧？超大只的，哦。哦，好久没有玩这个大型模组，它走路的姿势怪怪的哦。它好像那个人可以打到人啊，只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好踩哦。踩，这什么招式？哦，又踩的哦，喷走了耶！哇哦，哈哈，好有喜感哦。为什么它踩？还有说旁边会有那尖尖跑出来，是破图啊？怎样？不要走，等我回来。那它不是个招式可以喷火吗？为什么？啊，我知道它模组太大了啦，看不到前面啊。那这个招还蛮好笑的，直接把人家踹走。不要走啦，等我回来。它好像可以跳很远啊，我试试看。我卡住，我。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那个大招啦，我试试看。哇，车子不堪一击，大招，哦，没什么效果是吗？没什么效果，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个姿势好，哇，不是散开了啦。我们来试试看哥吉拉游泳好不好？哥吉拉，去，喂，来游泳，它的尾巴翘起来了，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各位观众不要害怕，好吧，我们的这个蚁人呢来挑战一下哥吉拉。哎，为什么这蚁人走路怪怪的？为什么他脚是这样抬的？这有点好笑哎，我，这应该是这个模组的关系哦。我来抢一下车子啊，我下来，我要开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子，第一人称其实还蛮正常的啊，但这样子其实看不太出来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啊。好了，我们转角，哎，我遇到哥吉拉了，看到哥吉拉了，哎，哥吉拉被撞倒了啦，然后这样子的，他是我的，好不好？他是我的，那我先变身一下，变身一下，哦，车子被打飞了。哎、欸，等等，为什么他又倒了啦？哥吉拉很弱哎、欸，那我怎么瞄准啊？喂，不是打车子哎、欸、，anyway， 哦，他还蛮强的嘛，啊，哇，飞走，你挡住我，嘿嘿嘿。吉他不要走哦，等我回来哦。那它还有什么功能？我看看啊。哦，对啊，这个比哥吉拉还强，这样怎么行啊？哦，对啊，哦，还没有打败哥吉拉，先破坏城市了。哦，对啊，他的姿势好丑，天哪、啊！哦，那个什么杆子都掉下来了。嘿嘿，哎，车子坏了！哇，人掉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换大只的好不好？换大只。这个角度好像就是只有看到脚是吗？为什么只有看到脚？这还蛮好玩的。走开！哦，番茄酱好多哦。踹！飞了！哎、欸，车子，哦，掉下来！哎、欸，这个，踹一下，哈哈，超疗愈。好了，哥吉拉，不要跑！哎、欸，你的对手是我，好不好？对手是我，叫你不要跑来，给我回来哈，回来！哎，倒了他啊，倒了，不要走嘛！哎、欸，给我回来，好不好？回来，我要抓你的尾巴。他好像吓到了、欸。不要这样嘛，我找你玩一下啊！
好哦，看你往哪跑，好吧，看你往哪跑。哎，原来我卡视角啊，大型模组不好跑。不要再跑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跑了。我终于瞄，好不容易瞄到他，人呢？然后我要抓，我要抓，我要抓。哎，哎，他破土了啊！糟了，破土了，他就这样破土了。哎，掉下去了啦，这样怎么行啊？哦哦哦，要唔当啊！我来找他一下，他是不是真的破土？他掉下去了是吧？哎哎，我也卡住，我也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，卡了啊！不管了。那我们来跑酷一下好不好？跑酷一下，蚁人跑酷哦！我这视角难控制哦！车子撞倒了！哇！直接把它踹开哦！超强！变形了啦！那台车子坏掉，轮胎掉下来了 ！Oh no！哦哦哦哦，这台好，哈哈，无限翻滚，哦，超疗愈的，走走走，这很吃我 CPU 效能啊，冲啊，哦，第一人称不好，冲啊，好啦 ，Anyway， 我们的这一集先到这边好不好？那下集再见喽。想要看什么哥吉拉的开车啊什么的，欢迎下方留言给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